现场的观众们呢，可以看到哈，我们现在在表演的修静堂的八将团，他的穿着打扮哈，跟刚才的表演的哪吒剧坊啊的观将手哈，有一点雷同哈，都是身穿战甲哈。那么八将团呢，有九位成员哈，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观将手呢，是有五位成员哈。那他们因为不同的结绳，所以会有不同的组织编制哈。那么这一种花脸的八将团呢，因为是创始于三重的台江城隍庙哈，那所以我们都称为台江八将。那如果各位现在看了啊，有相机的用相机，有手机的用手机，把它拍照下来，你就可以跟晚上啊青山王暗访时候，青山宫所属的红脸、绿脸的八将团来做一个比较哈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秀静堂的这一种八将呢，似乎跟脸谱比较华丽、比较庄严哈。那青山宫的八将团就比较朴素哈。那么蒙甲修定堂八将团哈，他们因为有九位成员，所以呢可以展演出传统的七星、八卦、九宫等等之类的干卦阵法哈。那么这些源自于八卦所演变出来的阵法呢，可以在他们在操演的时候呢，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气场啊，一个氛围哈。那所以呢，会使得地方更加的平静，借由八卦的这个映照哈。那所以呢，很多寺庙呢在举办迎神绕境活动的时候呢，都很喜欢请观将手、八将团或者是八家将来表演哈。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安镇地方。
嘛就是咱孟加拉山庄上好的好朋友。气氛相当雄伟，相当雄伟啊！小敬堂，咱孟加拉囡仔所组成的团队啊，非常精彩的这个八将。
像呢，由中间的引路童子哈，那从手上的刑具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我们的家将，那么他手持的兵器不大一样，包含他们的家。